Bring the bass。了不起，假的好心情。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，真的了不起。现在有人第一个吃的越来越好，是的。那所以坐在那又不动。如果要看真的了不起呢，第一个让你动动脑子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增加一点见识嘛，真的，对，还可以听玉林哥冷笑为多吧。这是我们节目的卖点。哦，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很真诚的在分析，在冷笑为，在冷笑为。好，那等一下过程当中，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判断一下现场的奇人异事真还是假。不过这几组来宾他们的默契怎么样呢？马上进行抢分前哨战。好，那群峰跟小蛮两个组合，小蛮是提示，为什么由你提示由他回答？因为他感觉比较聪明。什么？比较聪明，只是感觉而已。他在演艺圈里笨出名的。不是。喂，太好了你。好吧，现在不然直接，不然现在可以再换吗？所以提示的比较重要。对，提示也要够。他提示的好，你马上就会知道。是，不，他不一定啊。提示好，我不一定会知道。完蛋了。对。OK 了 ，OK。准备了。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，甜点。三个甜点圈。彩色。胡辣圈。很甜。很甜，彩色。这个什么？哎，叫什么？马卡龙。哎，是有。平筋。平筋。哦。卫生棉。继续。潮红。不用。缠棉条。不用了。平筋，然后不用。那个。那个更年期，西游，猪八戒，女生，西游女的，女的，唐三藏，这个是男生，那个牛王的老婆啊，那个什么精，什么精，老婆三个字吗？答案三个字啊，我知道，绿油精，三个字先出来，妖怪啊，绿油精不是吗？来，蜘蛛精。三题，先让大家去看一下这组的时间，1分55秒，蛮快的。我跟你讲，在1分55秒，只有30秒是小蛮的。对，其他都浪费在你，其他都在你身上。好，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下一组，加油啦！好，加油！来吧，这首是给小哥的。OK， 彩色是最新的专辑作品，然后跟嘉瑞一起唱的《东台湾古谣》。妈妈、外婆跟我们三代一起唱，哇，对，非常纪念意义。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是 OK， 来加油，加油，好吗？好，来，不让我，不让我，你让谁啊？是自己拿去。OK， 加油，来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：运动，洗够。来运动，运动，随便。变猜三个字，随便猜。蹦跳跳，洗够。保龄球 ，bingo， 太强，门把，两三个字，你手都比喇叭手，哇，厉害，妈祖，那个雷鸣对不对？对，快点，那个谁啊？那个是谁？台中，好，再看，远视，妈祖，远视。马祖远视，马祖一定没有远视嘛？那是谁？那个金峰，请你演张峰。请你演哦 ，OK， 张峰。跟张峰有什么关系？请你演张峰。张峰。哇！哎呀，刚刚那个张峰很厉害的啦。来，这组的时间是1分54秒，刚好剩一秒，还有赢了一秒。不好意思啊，甚至不武啊，这不公平啊！来，谢谢，金哥不让啊！换我们，好，金哥、苏佩杰，还有丁丢嘞，没关系，你就把我整个挡住。是，今天有这个喜事要来跟我们谢律师报告。来，我们这个吴兆南老先生，我们的人间国宝，台湾硕果仅存独一无二的相声国宝，90大寿了，步步惊心惊喜之。无门甄嬛传，那麻烦一下两位，希望你们讲了刚才这么多跟相声的段子有关系的，猜东西不要
就而复了，好不好？不会不会，尽量。对，这个要加油，绝对会低于1分50秒。哎，如果你说呢？对，如果你们输了，代表谁输了？你知道吗？你输了，吴兆南老师输了。哇塞，这个好大呀！我不管，反正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在1分50秒以内要打出来，好，好不好？尽量尽量，加油 ！OK， 不可能。来，计时开始。高音，董明狗，很多人，演唱会，多人，高音多人，高音多人，演唱会，来再来，低音，高音低音多人，很多人，多人。高音低音多人，他说不知道演唱会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继续，换一个，好换一个，合唱团哦，产后，产后，忧郁症，不是接龙，坐月子，一个，有，两个字提示，两个字，每天，随便猜三个字，上厕所，这是什么词？黑板，黑板每天，黑板每天，黑板要上学。三个字，上学去，上班去，开会要开会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扫地，他的值日生 ，bingo， 对了，有机会了，想一下，太久没有，恒春有机会哦，恒春三个字答案，不知道就先随便说，不知道，灾难，恒春大海啸，类似，龙卷风。动物旺旺旺旺旺，选动物旺，动物旺旺，东口浪，大家走，哪有机会1分50秒以内？开玩笑，这么1分50秒以内？来，正确时间1分43秒。哎，还好没给吴镇宇老师丢，还好步步惊心。哎呀，说的我步步惊吓呀！哎呀，步步惊心，我步步惊魂。好，所以这三个时间来看的话，要恭喜苏贝、尔金，来，接下来就接下来2分。好，马上接下来进行更重要的大说谎家。好，你只能说姜是老的辣，毕竟资深一点，比较知道所有的这些，包括玩 game show， 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是老屁股的价值。老屁股，我是资深一笔子，实力派，多功能，全方位艺人。屁股的特征的话讲不停。进行更重要的第二阶段大说谎家，在这个阶段，凯乐会带来哪一些潜意识，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来，凯乐，第一位是欢迎他的事迹是兼职外拍48岁的美魔女。哎，王姐，请问一下，是如果要说48岁冻龄美魔女，然后还可以做外拍的 model， 所以你是长期来一直都在做保养吗？是。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养？35岁生了一场大病之后。哦，所以你35岁以前是不保养的，因为就想说还年轻，而且结了婚生了小孩，以照顾小孩中心为主，好，所以不太 care 自己。然后等到35岁，是因为生了一场大病，才觉得健康非常重要，对，也开始做包括内外之间的保养。是，你现在上面写是48岁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这样的一个保养，如果因此开始重视，包括保养，包括身体健康啦各方面，一年。听说花的钱超过6位数，差不多，因为我很注重营养补充，抗老化，对。那你同时是外拍的 model， 对。那成为外拍 model，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找你做外拍的 model？ 因为拍我的摄影师他们说他们参赛的作品很容易得奖，然后他们比较容易受邀约其他的厂商。他们外拍其实有很多是可以拿去比赛的，对。所以外拍，因为你。结果，因为你当 model 得奖的几率比较高。怎样？曾经有一期的那个杂志《摄影协会》他们的杂志，他们前四名的 model 都是我。前四名都是你？对，不同的摄影师拍，可是前四名的 model 都是我。哦，可能不同角度的我，可是都是我。幸运星哎，你。对。OK， 怎么样，林群峰？真的很坏，很弱吗？他说讲啊讲啊讲，刚把你刚刚不我而语的讲出来。说说看。我只有两个人比赛啊。怎么这样？她真的很漂亮哎！我讲很小时候，萌萌而已。你像林志玲，她声音好，有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有像。谁要先问？都可以。你说有没有整容？没有，我很怕。没有，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有两个小孩。不行，有小孩不行再问。好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外拍，你当 model， 你最早是卖的什么？是什么商品？是衣服还是什么东西？大部分都是服装。大部分是服装，对，来第 pose 吗？可以摆个 pose 吗？小蛮就厉害了。对，哎呦，哎呦，总
白云，哎呦，这种美魔女我看多了。生气了，但黄小姐确实是美魔女当中呢，真正是很漂亮的那一种。嗯哼，她刚刚 pose 一百，确实有服装 model。我跟你讲哦，一般素人哦，即使长得漂亮，你要她摆 pose 呢，会别扭。嗯，好，然后会搞得来，你摆一个看看。哎，我因为我是专业的啊，你的跑音是素人啊，专业。你看，你闪到腰哎，专业吗？不是，别人帮忙，疯了吧？太专业了。海乐与沈玉琳两个小坏坏联手欺负来宾，一年赚400万的18岁围棋王，你年龄有写错吗？没有写错，对啊，没有写错，你哪在套牢？哎，你没用没办法，你长辈文嘛，怎样呢？跟大家介绍一下围棋的基本规则。好，那围棋里面是有黑棋和白棋，嗯，那对局出来下棋的时候是面对面，嗯。这一个给我，那一定是哪一子先攻？叠在一起，黑棋哪一子先攻？你们认真一点。